我听学生们说，有个英俊小开的追求你，就是他呀。我看他人长得英俊又亲和，和其他小开不一样。是真，你可要抓紧啊！哎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？结婚？还没想好呢。不是吧？多好的人呐，简直万里挑一，罗曼史小说里也找不到这么优秀情标的，太可惜了。能在一起就是幸运的事了，可惜什么呀？女人年华短暂。 你要为自己做打算才好。嗯，年华短暂，我们都会享受在一起的每一天的。我先走了，回见。好。你怎么突然来了？想你了，就来接你下课。 我领薪金了，请你去看上小云的新戏怎么样？先生一有钱就想着养男人了。不过以我的身材和容貌，应该值得更高的价格。在我的心里啊，你非常非常值钱，把我一辈子的工资加起来都不够你。但是这个钱我还有别的用处，荣大少爷财大气粗的。 应该不急这一时半会儿吧？你要攒钱干什么？我想攒钱买房子。你是打算留在北平了吗？嗯。如果是因为孟轩安的话，我可以解决，有我在，你不用怕。也不全是因为他，其实我早就想找个地方安定下来。你好好的想一想。 想想我们的将来，我们将来会怎么样？那要看你怎么对我了。快走吧。不让你买，你偏要买。你说你买这么多东西做什么？我又用不完。我不管，别的女人有的，我的女人也得有；别的女人没有的，我的女人更得有。 那你把我惯坏了怎么办？我愿意啊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我赢了，我赢了，哥哥剪刀布。怎么了？别哭呀，摔疼了吗？来，快起来，帮你看看，摔着哪儿了？摔着膝盖了。哥哥在前面呢，来，去找他们玩吧啊。 他们在前面等你呢，不哭了啊！走路都走不稳的样子，太可爱了。先生喜欢小孩子？嗯，当然喜欢了，不然为什么做老师呢？你看他们的眼神，那么纯粹，又充满朝气。怎么了？姐姐，哥哥他们不和我玩。 怎么会呢？我们这么可爱，为什么不一起呢？走，姐姐带你去。走，慢点啊，下雪，小心。来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来的好呀，好呀，来，来，你往这边。 这边，找不着。来来来，中午没啊？大家抓紧了，这边这边。 醒了，嗯，就在刚才，他问你在哪，我说你去北平谈事了。醒了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脑子挺清醒的，但是腰部以下都没有知觉了，医生在给他做检查呢。初步估计，应该是子弹伤了他的脊椎。他恐怕不会接受这样的事实吧？
不是吗？爹知道了以后大发雷霆，把医院的吊瓶全都砸了。医生不得不让护士给他打针，才让他安静下来的。家里其他人呢？妈妈和姨娘们都在里面陪着他呢。芳华也接到了消息，说会尽快赶回来。云池哥陪着他。赵叔呢？啊？你问他干嘛？爹醒了，难道他不过来吗？哦，他也在的。大哥要和他说话吗？不了。你和爹说，我明天一早回去。好。大哥，你和冯先生以后怎么办啊？这和你没关系。你帮我个忙，别在爹面前提起他。好，不提。好，看这里啊，靠近一点啊，笑得开心一点。好，来准备啊，好，三二一。哇，不是什么痛是什么。北平好冷啊，上海应该已经转暖了吧。远处漂浮的暗淡，我微弱的不安。也许吧，是冷是暖，如果你不在身边，又有什么区别？当然有区别了，只要我想着你，就不会冷了。等到来年开春了，我们去北海公园放风筝吧。